总统区长赖俊达率领公所人员及替代役男唱着耶诞歌曲，一起在伤残退伍军人家中慰问。他们都是在服役期间因公伤残，为了照顾关怀他们，公所每年编列经费，并安排替代役男协助生活的照护及陪伴就医。而耶诞节前夕，区长赖俊达就代表市长致赠地方特产，祝贺他们耶诞节以及新年快乐。本人呢，代表市长来为我们这个廉洁的这个礼物呢，那同时也跟大家一起来，跟里长一起来，这样的来慰问啊，那表达政府的关怀之意。探访过程也结合了消防局第七救护救灾大队国光分队来协助安装助警器，公所结合了各单位，提供家属一个安全温馨的居住环境。那只要有火灾发生的时候，那个警报器呢就会这个显示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居家安全非常重要的。国军服役期间伤残，公所结合替代役男照护，也让他们有了不同的社区服务经验，也是学习的一项机会。佳节前夕前往探视慰问，并安装助警器，来加强居家的安全，表达了一份社会的关怀。记者刘安静、卢秀娟新北采访报道。